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叫朱瞻基，是从他太孙时期开始扮演，然后直到他登基、驾崩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涯。皇帝遗驾！是。你才有罪。那一个头。那个头当时也不是剧本上的，当时我就觉得，哎，真的不用多说了。也不是说我用力，也不是这一刻我就是喷涌而出，就是这样。阿兵，体能上会比较透支，每天穿着几十斤重的铠甲进进出出。任凭你筹备这个废物，支持你再下西洋，非要在朝堂之上让朕难堪吗？我不会输给他们。日月山河永在！吾皇。